说冥冥的神奇故事，以武挥变法，造出一座城，充满寻幽鬼怪的黄金恐惧城。太平世界里有个巫毒教，有个无恶不作的女魔妖。还好江湖上有个好人在，他是个心地善良淳朴男孩。你看那物换星移，像是一场戏，没有人知道会有什么结局。是否在明天将有不同的遭遇？ 未来的日子是否记得你？王帝水孩儿专做捣蛋事，身手不凡的好小子。还有虎孩儿本事真不赖，如果遇到他，麻烦跟着来。 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大英雄都是小人物出身，大家努力，携手进家园，再创黄金孔雀城。你看那物换星移，像是一出戏，没有人知道会有什么结局。是否在明天将有不同的遭遇？未来的日子是否记得？ 水盘儿，火盆。我们决定突破了！哇，怎么样？你服气了？尤梅斯，你到底想把他怎么样？你何不过来瞧瞧？瞧就瞧，谁怕谁？快！哎，我也要！ 啊，真有门啊！还有门？哎，不许我看，这家连门都没有了，讨厌了！我怎么知道？刚刚明明有门呢！小师妹，站住！尤梅斯，快把小师妹放下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我知道你不是庸才，有什么压箱底本事，尽管使出来。 让师姐我瞧瞧你到底有多大长进啊！好，这是你要自讨苦吃，我让你尝尝我的烈火神功。嘿，怎么了？火气全消了？你在我身上动了什么手脚？凡是经过迷离幻道之人，3天之内，就算你有多大的能耐。 不能使出来，你当然不例外。不过你放心，教主只不过暂时废去你的功力，为的是要你能安心的看一出好戏。千山梦回远，万水星过海，水无极长身，一字回水。啊！师兄，小师妹，呀，才醒过来，眼里就没有我这个师姐。 这不要脸的妖女，快点放我下来！小师妹，你现在先别骂，待会儿恐怕你连谢我都会来不及。尤美斯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小师弟，你倒说到了重点。你们二位想想，以咱们的道行功力，足以可登地仙一流了。天人亦不免有五衰，地仙也难免有生死。凭你！ 也想了脱生死？你做梦！不是做梦，在你脚底下的是我用了397味药材和还魂水浸泡而成的青春泉，重金难求。今天念在你我有同门之谊，我就让你尝尝这个滋味。啊！啊！ 春泉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进入此泉中，它的感觉就像万一咬处，筋骨分散，五脏移位。啊！疼死我了！你好狠！狠！我每天自己在此泉中浸泡一次，固然十分痛苦，可是它的代价是值得的。你疯了！ 你，龙头。 红衣、阿吉，怎么，胡大夫？你认识他们两位？哦，这两位是我的朋友，可否请首领，给在下一个薄面？用不着卖你的人情。在下红英，这一位是大地堡的朋友，他叫小可，叫阿吉。本座不管你们姓什么叫什么，这里有这里的规矩，想必很严。不错。 擅闯者死。在下素闻龙且武士，为昔日黄金孔雀城武士遗孤，一心以消灭弑君篡位、不忠不义的邵逸尊为直至，是匡复黄金孔雀城义士中最有力量的一支。不知传言有几分可信？确实不虚。哦，哇，原来你们就是龙血武士啊！那又与二位有何相干？ 哎，这一点在下可以代为说明。红娘就是前日单枪匹马行刺邵一尊的，她是英雄豪杰，可没什么恶意哦。用不着你多嘴。原来是洪壮士，这么说来，咱们都还是一家人。哎，本来就是嘛。 我们大地堡也是一心一意要消灭那邵一尊，还有那个药理尤美斯啊！我们都是一样的嘛！啊，那么二位为何来意如此不善？这原本我们以为诸位挟持古大夫，因此一路跟踪，想不到误闯龙潭。所谓不知者不罪。这话倒也入情入理。这样吧，只要二位愿意放弃抵抗。 本座倒是可以跟二位交个朋友。好，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是太好了，统统给我拿下！是。首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诚如你所说，龙邪武士是暗中匡复黄金孔雀城历史中最有力量的武士。本座身为首领，这片基业开创不易。 所以得处处小心，只有先得罪你。哎，那你们拿我做什么？我可是你们请来的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里应外合？更何况你号称神医，在我龙潭神气活现，却治不好那婆娘的区小病。哎，那不是区小病啊，那叫五毒瘟。可是无药可救啊。虽然在下有药方在，不能说在短期间配好那药材啊！哼，你们为什么不问问，到底这副能治毒瘟的药方出自何处？出自何处？是我师门的祖传秘方。放手啊！不要这……哎呀，你们放手！ 放手！都不敬老尊贤。尤梅斯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上古之人，新婚之夜不叫洞房，叫行同劳之礼。这里是卧房，也是牢房。师姐，我念在你跟小师妹相恋多年，所以煞费苦心，也想为你们弄个名副其实的同劳之礼。 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意思，你应该谢谢师姐我这个媒人才对呀。嗯，媒人，我更是倒霉的没有。哼，你存心想看我的笑话，对不对？哼。参见灵虚使者。使者，有何事禀报？黄金孔雀城公主殿下少仪求见。知道了。恭送灵虚使者。哼。 神经病！你说什么？啊！我说你们都有神经病啊！哎，拜个鸟还那么起劲儿的啊！你我什么我？难道我要用唱的？你！尤美斯，你给我吃的是什么？五毒丸。 化骨丹、砒霜全命丹都不对，那一定是百步断肠丸了。师姐没有那么狠心，刚刚我给你吃的是我秘制的奇药——孔雀东南飞。孔雀东南飞，孔雀东南飞是什么玩意儿？ 此药一服，在半盏茶的时间里，你就会有18岁少年的心，见了像紫云这样的少女，你不会不爱，也无法不爱。尤美斯，你下流！再过一会儿，咱们就知道到底是谁下流。 尤美斯，不要走，快把解药给我！尤美斯，快回来，把解药给我！是公主想出来的，还是大王提出来的？这有什么不同吗？当然不同。要我冒这么大的险，如果这个主意是大王提出来的，那就是想一箭双雕，既可以救出王妃，又可以除掉本座这个眼中钉。这个办法是本宫想出来的，难道国师就不担心？本宫也是打着一样的算盘。不，我想公主不至于那么糊涂。国师料事如神，本宫既然敢提出这么大胆的计划，就不会不顾虑到国师的安危。毕竟，黄金孔雀城的安危，以及我父王的万世基业，还得仰仗国师您的扶持。好说，假以时日，公主也有君临天下的一天，到时候请别忘记这一句话。本宫一定时刻谨记在心，不敢过忘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不知公主如何保证本座在双方交换之际的安全？就用此刀。当双方人马在龙学武士选择的污悔亭见面，对方一放出母后，本宫就会像这样，一刀刺进国师的心脏。公主，公主。命，不愧我在你身上所耗的心血。本宫并未授业于国师，国师何出此言？这个你无需知道。这把匕首交给我，本座答应照办就是。 球有感应，大概是孔雀林又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事。拿过来，我瞧瞧。是。 是被你们挟持前来的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本座倒想问你，为何你行刺她的丈夫不成，现在却偏又要救她？跟你的答案一样，不干你的事。我只问你，到底要不要我救她？那还用说？我们费了大把的劲儿才把古大夫给弄到这儿来，为的也就是这个。哼，可是谁晓得，这家伙竟然是个有名无实之辈。 开什么玩笑？他只有汉场屯汉军药方可救，问题是药材难寻，其中还有几味药还远在北方的天夷呢，一时半刻间如何备办？等凑齐了药，他恐怕早就驾鹤归西了。用不着你担心，药我有，只是得放了我们，让我们回去取药。那岂不是纵虎归山了？ 首领可以扣下他们两人之中任何一个，只留一人随我回去取药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万一出事，尚有一人可以将药送回。考虑倒是颇周详，啊。那么，你挑他们两个哪一个与你同行？这……哎呀，红姑娘，你就跟古大夫走吧，留我阿喜这事儿当人质，我无所谓的。不。 还是带着阿吉走，我留下来好了。怎么说？他们两个，你挑哪一个？在下希望阿吉跟我走，要我带那个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的穷酸郎中，哼，还不如不带。你这什么话你？让古大夫跟你一起走，阿吉留下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阿吉和你一起前来，只有他的安危才和你相关，不压他压谁？哎，可是不用可是，事情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让我带他走也可以，可是有一件事，我必须要先办。 要我带他走也可以，可是有一件事，我必须要先办。哎呦！ 啊！撤下！好厉害的丫头，居然识破我的水晶天眼神通！破坏水晶球灵视的那个人，我好面熟哦。哼，他就是行刺你父王未遂的那个人。什么？原来他是女扮男装。看样子，他们将有所行动。 而且，跟在床上的王妃娘娘有莫大的关系，会是什么呢？回教主的话，刚刚卑女在水晶球中发现，王妃娘娘好像不是受伤，是病了，而且好像是中了五毒瘟。如果王妃有病，龙邪武士一定会医救。况且，怎么会用一个死王妃和我们作为交换条件的愿望？ 这么说，他们是去取药了？取药？洞天福地。洞天福地是什么地方？这个公主不需要操心，请公主回去禀告大王，就说本座会全力配合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本宫就先走一步。 四大神兵，在！你们立刻赶去洞天福地，务必取回那副号长顿汉军药方的药材回来。是。教主怎么知道现成的药呢？哼，要医治五毒瘟，只有此药。而且，此药的药方难寻，药材更是难觅。当年我有意散布五毒瘟。 为的就是要引出此药。依我的判断，那丫头去取的正是此药。可是教主，如果这个药被我们拿回来了，那王妃的命岂不……哪管得了她？难道你愿意看着本教主每日在青春泉中受那一次外衣咬处、五大异味之苦？卑女不敢，卑女只是担心。 刚才教主与公主定的约，哼！邵逸尊分明是想一时摁我，哼！本教主只不过与他虚与委蛇，到时候再让他看看本教主的手段。卑女立刻出发，不取回此药，绝不甘休。很好。 今日亦是月圆之日，也是本教主与那小子之约。到时候我就在林子里等候你们的消息。去吧。是。该听的不该听的，都全听见了。张开眼睛吧。 你好狠哦！原来荼毒万民的五毒瘟是你放的，是又怎么样？哎，拜托拜托，你不要老厚着脸皮好不好？还做出这种残酷无情的事，你还吻得跟黄金孔雀城一样，你有够狠！你求了！在耍嘴皮子？告诉你，雷浩龙就是在这张天罗蛛网上吊了7天7夜，才变成这副德行。你们的功力不够，只要3天3夜，这张蛛网就会吸光你们的灵力。到那个时候，本座倒要瞧瞧，你们再怎么个调皮。老妖怪，你别得意。 我爷爷，他们会来救我们的。你爷爷？哈哈哈哈哈！他恐怕正忙着呢，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妖怪，你把我爷爷怎么样了？老妖怪，你说啊，你把我爷爷怎么样了？老妖怪！哎呀，药可来的凶啊！得亏我想出了这个聪明的办法，把我自个儿绑着。哦，要不然呢，这一辈子的清规全给他破坏了，苦修的他全完蛋了，全泡汤了。啊！什么地方啊？哎呦，小师妹，你醒了！哎呀，这里是牢房啊，也是卧房啊，是凡夫俗子的天堂啊，可是是咱们出家人的。 地狱啊！我，走。哎，师兄，干嘛把你自己绑起来啊？你不要过来，危险呐！啊？危险？我看不出来什么地方危险呢。哎呦，是我危险呢！我是恐怖分子啊！哎呦，我是魔鬼啊！我看你是神经病了你。哎，对了对，我是神经病了，我疯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小师妹啊，只要你不过来就好了。哎呦，我也不想对不起你。我，哎，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？你不让我过来，我偏要过来。哎呀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！哎呀，求你不要过来啊，小师妹啊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了。 啊呜！啊呜！你干嘛学狼叫啊？我现在已经变了色狼了。你本来就是色狼，当年你跟尤妹师那一段就是色狼的行径。哎呦，小师妹啊，求求你不要提当年好不好？哎，提当年啊，我就要冒烟了。冒烟？你还真是冒烟的！我要看看怎么回事啊！哎呦，你不要过来，求求你！ 观世音菩萨，南无王母娘娘，南无九天玄女，南无金。嘿，你怎么乱七八糟啊？念的全是女菩萨。哎呀，完了！你呀，真是老不休，自己也不看看自己多大的年岁了。你自己不是一样啊？你不会去照照镜子看看？你还敢取笑我？要我照镜子什么意思啊？镜子就在你旁边，你自己照嘛。照就照。哎，师兄。 我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啊！哎呀，大悲剧啊！全是尤梅斯搞的鬼啊！你啊，现在是18岁的模样啊，却有个80岁的心。那我这80岁的德行呢，想的全是18岁的事儿。哎呦，两人还凑到一个屋里，这一下可难看了啊！哎呦，这么……我明白了，原来青春拳就这么回事。哎，可是，那你怎么会？啊，我更惨啊！尤梅斯给我吃的药啊！ 孔雀东南飞啊！孔雀东南飞，哎，这个名字挺雅的嘛。哎呀，吃了这个药啊，想的可就不雅了，罪过啊！啊呜！啊呜！小师妹，好师妹，你真美，你是仙女下凡，你是西施在世的。 是啊，我自己也这么觉得耶。啊，完了，我控制不住了啊！哎，你就不可以过来！啊，不行，我控制不住了，现在我不是我自己。师兄，哎呦！啊！ 你现在是控制得住，还是控制不住啊？我我现在是暑气全消喽。哎，我不懂哎，为什么好好一个孔雀翎，你偏要把它毁了，又无缘无故的要跟着我？相信我，谷大哥，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好。啊，为我好？难道他已经开始怀疑我？不，不可能。反正我不会做对不起大伙的事。 你发什么愣啊？没事啊。告诉你，这浩场屯汉军药方，我师傅已经配好了一副，本来是预备用来练功用的。等我求师傅把这药给了王妃之后，我们得再按药方再去找药。这紫云婆婆多恶如仇，她老人家会答应你这么做吗？我师傅最疼我了，只要我告诉他，王妃曾经救过我的命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 走，我们进去找药。哦。雨已经进网了，走。等一下，风姐说的对，雨已经进网了，我们还等什么？不，我了解双姐的意思，现在进去反而多费手脚，不如等他们拿到了药，我们再动手也不迟啊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，给他们一点时间，我们再进去。一号，我们守株待狗，伺机行动，走。 奇怪，怎么到处找不到师傅他们？而且里面乱七八糟，一定藏有基站。这怎么办呢？照这么说，连这里也不安全了。药我已经拿了，救人如救火，等师傅怪罪的时候再解释好了。我们走。啊。 人如救火，等师傅怪罪的时候再解释好了。我们走。啊，糟了，有埋伏！哎呀，怎么又是你们啊？不错，上回洪公子被咱们打下断崖，可真命大啊！可惜呀，你这位公子比别的公子少了那么一点。少废话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师傅、你师叔，还有那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。 都已经落在我们教主手中了，我看你还是乖乖的把药交出来吧。哼，你做梦！哎！你们这些女人不要打了啦！你让开！这……古代，请你不要多事。哎，可是，古龙星，你到底跟巫毒教有什么关系？我没有啊！你古大夫跟咱们的关系好得很呢。是啊，我们四个人巴不得全嫁给他呢。你们无耻！不要打了，打伤了吧？哎呦！你怎么了？红姑娘，红姑娘，哎呦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带回去。是。哎，我忘了，咱们分老窝在这里，都想个办法出去啊！你看啊，这里全是青石砖，我的土遁法不管用啊！我会奇门遁甲，办法是有，可是得把那两个臭家伙给支开才行啊！大哥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喝点茶消磨时间啊！哎呀，这个简单嘛！ 咱们也做铁公鸡，给他们瞧。哎，你可真聪明啊你啊！看我的，哎，少碰我啦！你，哦，慢点，你们慢点，我哎，等会别打架，别打！听到没有？住手！哎，再打我们就进来捶你们两个了。看知道？啊！这下可好，你先去通知牢头，我去拿药，不然咱们吃完溜着走。快，快去！木花儿，别弄走了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快提出来！哎呀，哎，你讨厌了！哎呦，你告诉我为什么让我走？哎，真热门啊！你现在还在扯这个，快点吧！好吧。 什么啊？这是奇门遁甲中的隐身遁法，看好啦！不是，哪里人打架了？还是哪天什么紧张的嘛？啊！哎，人呢？啊！刚刚明明还在里面，怎么在你个头啊！快把门打开，进去找一找。哦。活见鬼了！哎，刚刚明明还在，怎么一会儿功夫就……哎，你还好意思说了啊？这么大个人，连个小孩子都看不到啊！哎呀，糟了，咱们得赶快禀告教主去。走！哇塞，真热门啊！这个总比你那个满头包土遁吧？ 厉害多了吧？真有门啊！当然有门啦！哎，你瞧，他们以为哪里没人，连门都没关了。走吧，走。清理使者。不用说了，你们这些窝囊废！现在教主不在，等教主身价回来，看他怎么整治你们。使者饶命啊！ 请使者在教主面前多美言几句。这个当时啊，我们牢门是守得好好的，这几个小鬼他们一定会妖法。对，一定会妖法，说不定他马上就来了。都没错，我们来呀！小姑娘，饶命，饶命！你给我听着，不许再帮巫毒教助纣为虐，知道吗？真有嘛！ 是助纣为虐，不是助纣为虐。讨厌，连个狱卒都对付不了。谁说的？我不是压了一个在这？哎，后面还有一个呢。好，看本座这一招。哎，这什么招啊？一样派蝴蝶们的绝招，软手软脚。好，再看看这招。卧虎藏龙，双龙戏虎，休死苍天，一花楚月。这是最后一招，水花世界，幽门吧？水花世界，我看啊，你是口水乱喷。哎，拜托啊，你跟水过不去啊。 有够狠！两位大英雄，快放我们下来！我们已经掉了快一天了。好了，讨厌！你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！少得意，还有一关没解决呢。雷浩龙，本使者命你下杀手，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。快走！来！ 他的功力太强，我们四个联手用剑笼过他。嗨！摔腿，还有这样子摔的。你们四个联手也不过如此，这下惨了吧？这一次你们办得不错，等回宫以后，本教主自然会重重的赏赐你们。谢教主。教主，您千方百计想得到这个药方，难道说这药方真的有还老还童的功效？哼，那倒不是，而是这副药中有7位产自天夷的珍贵药材，弄来颇费功夫。 如果能把这7味药加进我的青春泉，正可以缓和它的毒性，使我每日禁欲，免受其苦，而且可以增加数倍的效果，岂不是很妙吗？原来娘不惜杀人取得此药，只想加进她的什么青春泉？ 这副药不能这么糟蹋，反正我有方子，改天再想法子配给娘用。不如先把这副药弄回去，给王妃吃。大胆，给我追回来！是。公子，把你的药包留下，否则难逃一死。追！放心，他们是龙血不吃，不怕死。 我们有人接应，跟我走。这副药，一方可煎3道服用，这是第3道，喝过之后，很快毒温就会退回去。6名龙血武士的命换来这副药，代价 可不轻啊！哎，不止那些龙血武士，与在下同去的红姑娘生死未卜，这一样是代价。古大夫，你说的红姑娘，可是红衣？正是，她念在上回行刺孔雀王不成，娘娘却救了她，所以她舍命去取药。舍命取药？怎么说她？娘娘。 他是伤在4大神杯的手中，恐怕凶多吉少。那我少假惺惺了，崔律校，你听好，等天一亮，邵一尊要是没有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，把尤妹司那个妖女给我带到无悔亭来的话，哼哼，你的命运恐怕会比那位红姑娘还要更惨。 是否在明天将有不同的遭遇？